口的高架有老六，咱们一狙把他秀，看我侠极棒狙法。这个时候他们直接飞过来把他给杀了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人头呢，你小子还抢我人头，直接把你给杀了。哎呦呦，你小子枪法挺准呀、啊、妈救你啊，就你打我，我直接飞过去把他给杀了。苗补苗补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，我有三把信号枪全部发射，一会儿能舔三个裤头香，嘿嘿，真香。坐上老六发射器，来到这个位置很给力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就我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没人能发现得了我的吧。哎呀妈，就是有点高啊。哎，这边有个蛋蛋，那肯定有人呀，我发现你了，我救你啊。哎，你别动啊，我打不着了。哎，对了，开着蛋蛋到处跑，这两个小子你跑不了，直接击倒。这个时候这小子一直在那打我，咋的，你不进圈的呀你啊，看我侠级吧狙法，直接拿下，一点儿都迷糊。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，看我直播。